吉姆这次玩的有点拖了，起飞前一个小时到机场，然后排队这么多老多人，感觉是要赶不上飞机了。人可真多，西雅图的早上9点，西雅图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它是一个上下有高度的城市，就是它有坡，感觉是在山上，时不时就有那种特别陡的上下坡的路，这个在多伦多就没有，然后感觉挺干净的，人也不多，有些许无聊，反正哎呀，不知道 Pepper 在家怎么样。像现在这个路就是一个巨大的上坡，我现在手机是平的，但其实这么大一个坡挺累，还有大狗。这边又是一个大下坡了。
哎，我去，这博客还行啊！来这儿开会第一天，走错办公室了，办公楼走错了，爬半天山，最后一进去发现不对，现在又开始下山了。我去。Wahrscheinlich brauchen Menschen wie ich, die einfach nur glücklich leben wollen, Menschen wie dich, die für dieses Glück kämpfen. Das letzte, was ich will, ist.这个地方挺好玩的，是个大球，大球里边全是植物，还可以在这上班，真不错。Yeah, yeah.